侦办啊，法务部威胁要吊销我的执照啊，然后台北律师工会经过调查之后，在2008年12月25号做成一个不予惩戒的决议，法务部长竟然还表示说他遗憾，然后还指示台北地检署要办我，把我移送惩戒啊，可以这样子吗？可以有特定立场吗？然后株连你旁边的人吗？另外我们认为说啊，侦办的过程一定要合法哦。我们认为说这个案子的侦办问题一堆，那这个过程我想我们在法庭上勘验的时候已经发现，我等一下一一跟大家讲。我们认为说啊，任何的案子都需要搬到中间，好，中间好，中间。中了嘞，他这个我想这一部分呢，可能国内媒体有的相当清楚，但是这一部分我们特别跟有一些国外媒体做一个说明。我们知道刑事案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审理这个侦查过程 due process， 正当的法律程序的遵守，只有透过正当法律的程序遵守之后，才有所谓的实体正义，先有程序正义才能确保实体正义。这个案子为什么大家到现在都开始已经有很大的怀疑？因为你的程序正义不遵守，第一个特侦组用违法侦讯的手段，违法羁押的手段来侦讯这个案子，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个案子后面怎么有可能有实体正义？再来法院审理的时候，刚刚我提到了还可以换法官打一打，已经有两次法官审判了，说我不满意，我再换一个法官来，这程序正义都没有遵守，怎么会有实体正义？好，我们在勘验这个光碟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到很严重的问题了。比如说这个在侦讯证人辜仲亮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有几个地方很离谱啊。辜仲亮是已经逃亡海外，逃亡到日本2年，但是他回台湾竟然有逃亡的事实，还可以三步不上手铐，不收押，不限制出境。那相对于陈前总统，特侦组也好，法院也好，每传必到，这个人要收押，有逃亡的人反而都不用收押。那特侦组跟法院在散发什么信息？只要你有办法都可以嘛，你怎么逃亡都没关系嘛，回来都可以谈嘛，但是你不乖我就押你，纵使你之前的侦审程序都很遵守规则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11月24号的侦讯光碟，明显就是在串供。朱朝亮就说好，要先跟你聊一聊，然后我再先了解，然后呢再跟你讲别人怎么讲的，然后我们再来订正一下有没有符合，这明显就是在串供嘛。然后呢辜仲亮就说我懂你的意思，至少我要帮忙不能帮到嘛。然后呢朱朝亮说不能帮到忙，不然就破掉了，然后吴文忠说这样讲就对了，这摆明的就是在勾串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个，有教唆伪证的情形，然后他就说讲难听点就是要让你去讲得很圆满。什么叫讲得很圆满？我们侦办案子不就叫当事人或被告照实讲吗？还要去让你去讲得很圆满。然后更可怕，他说我可以答应你用行贿罪，罪行贿或是说其他罪，它是可以交换的，
那检察官可以决定。我们公务员侦办，你犯了什么就是什么，还可以选择哦。这是很怪的事情。然后他说，哎，这个地方我真的跟你讲，有一些不是你的，你就跟夫人说给我，或者怎么样怎么样讲法，就比较难帮你圆了。我暗示你有一些必须放弃就要放弃，是可以取舍的。交证人的供词是可以取舍的。然后呢，12月3号，他们在诘问这个顾仲亮、蔡明哲、蔡明杰，看起来就是在串供啊。他说哈、哦，法院交付诘问的时候不能错掉哦，要讲一致哦，还可以这样交代，然后要慢慢弄清楚，哦，大家互相回复句，还交代说在交付诘问的时候要讲一致，要弄清楚。另外我们觉得更严重的是，他用恫吓的方式来侦办。这个在97年的10月30号的时候，在询问李建木的时候，大家也看到这个光碟就非常清楚了。李建木那时候在问的时候，他们就在问说，好，他们到了总统府之后，有行政院院长，还有副院长，还有国科会主委，总共有5个人。那你们这个会议，这个采所谓的以租先租后买，第一方案是怎么形成的？李建木说这个是大家的共识。结果特侦组听了说，哎，大家的共识就很不满意啊，他就一定要求李建木说，他的答案就是要总统指示的，才是的。然后如果不是这样讲，就开始恫吓他，就说，哎，你说大家共识哦，这李文忠检察官讲的，大家共识，大家一起死，大家共识，大家一起死，检察官可以这样恫吓被告或证人吗？好，朱朝亮也是一样，他说，那大家共识，我就大家一起办啊，还可以威吓共同被告或证人。然后李海龙检察官怎么讲？他说，哦，你先跟你的律师 talk 一下好不好？不然啊，给我们做成笔录，你会死得很惨。这摆明的就是在恫吓。其实呢，在侦办李建木的这个光碟里面，还有提到更严重的。吴文忠还提到说，哈，我们很厉害，我们里面有5个会计师的检察事务官呢、啊。你的财产哦，我就先把你扣押起来，好，你招我喽。我想上次我们公布光碟的时候，你们大概都记忆犹新了。另外，陈政惠的侦讯过程呢、啊，还刻意说这个叫大家都离开，不要录音，不要录影，不要录音，不要录影。这个都是违反检察官侦查的守则、哦、另外他们在侦查的过程照规定要录音或录影，我们看到、哦、在这个97年的10月1号，有超过半个小时关于陈政惠的录音录影是被切掉的。然后97年的11月3号，杨恩赐的部分我们认为是有被消音掉了、哦、所以这整个侦讯的过程我们认为也都不合法。然后我们认为检察官在侦讯的时候还有欺骗被告跟证人的情形、哦、他在侦讯陈政惠的时候，检察官就跟陈政惠说，你看这个林德逊啊、马永成啊，通通都推给你。那、啊、其实有没有？没有这样的现象，欺骗，然后取得供词。